大家好，欢迎收看龙吟电视特别节目。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是两位来自中国的嘉宾，他们是来参加中美文化艺术节魅力中国的系列活动之一品味中国感知世界的绘画大赛。小邵同学你好，你这次在这个绘画大赛里得了金奖，谈谈你的感受好吗？好的，我非常高兴能获得这次活动的金奖，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来参加颁奖，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再次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你的老师，老师坐在身边，那咱们来听听裴大师的感受。好，你很棒，拿到金奖，那是我非常高兴，作为你的老师，因为你这次第一次走出国门，你把这里感知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距离拉近了。我希望你回到国内以后呢，把这个活动告诉给你身边的亲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同学，让他们更多的孩子走出来，让我们的世界呢走得更近一点，让我们的艺术呢，中国和美国的艺术，我们交流源远流长，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对这次中美文化艺术节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推动中美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做出的贡献，谢谢你们。好，谢谢丽莎。